嗯。对着下面曝光的天空太亮了，天空没法点光。哎呦，这不好！天空一定不要多，一点点就行。我像这样的山，我一个人走，走个1200米，一天都没问题，太没问题。慢慢走，走了累了就拍照，拍完照就继续走，累了又拍照。我不是去那个四山嘛，就是标准的上两个人上两个人照片。
静静。那个湖我们也走了一圈了吧？你可以能行？对，没走。在斜上方，对，再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安全第一啊，安全第一啊，这条路蛮险的。今天走好几个地方都是。嗯。哎呀，老张，我走的那里也没看到。差不多。这差不多，景致差不多。那边那小湖出来了。对啊，小湖越来越近，你看那边有小湖。对，出来了。Thank you.
好来文字哦，这里又是华人，像盲人一样的，我像个盲人。我这还是我是清醒的，我是怎么？哎呀，我是怎么可能嘛？绝对不是嘛！这也是个冰川湖嘛，也有冰嘛里面，有一点点嘛。然后昨天我们好像是这个湖南拿的，这边的。咱们现在，我认为是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吧，然后我们就从这座山坡下来了，从这个地方出来，从这个地方下来的，从这个地方下来，完就这么走下来了。不是，走到这儿，这儿你才能看到这个湖。你从这个山一下去，你看不见。你好好看一看，各种颜色，这个颜色好深哦。这个湖不是昨天，那你看这个云彩从这个湖过去，看到没有？赶紧照。这个要是冻的，冻在了，就是冻在了。刚才我叫他们说，下面也是，下面要是就是像录像，你们一来它就飘啊，颜色就变了。你看嘛，这就是摄像的好处呀。你看我们放眼看下面也是。变得没了，他以后又不上了，接着一拖的，就是啊，所以在底下。我们也然后你看下面这么好的座位，你们都不坐呀、啊？书包放在那，哎，两块两块。真的，那怎么办？让我还让我让你们坐？好，前面还有多少人？OPABIN海拔高度2500多米，一二三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